3月1日，罗志祥晒出一张照片，配文，来，给哥哥亲一个。照片中，罗志祥穿着破洞裤坐在地上，狗狗搭在他膝盖上，抱住爱犬就是一阵亲，心情超好。然而网友的注意力却被膝盖上撑的超大的破洞吸引了，并截图在评论里调侃，这个肉肉有点皮了，引发一阵哈哈哈哈。罗志祥什么舞步都来者不拒，而且一世百灵，舞步变化多端，令人琢磨不透，多次前往纽约进修舞蹈，大师对他的舞蹈可谓十分赞同，舞蹈创作能力很强。爱的主场秀里，他能佩戴墨镜大玩潮男造型，戴上超夸张前卫墨镜的他跳舞时完全看不见东西，只能靠自己的记忆肢体运动来完成墨镜舞。他不仅武艺皆通，更有开创舞蹈的天赋。罗志祥是史上第一位登上台北小巨蛋的男艺人，罗志祥特别有悟性，有喜剧天赋，是当之无愧的喜剧原子弹。